所以为了来做个在学校做个体检，真的是要翻山越岭。这边是学校的宿舍，然后我是没有住过的，但是感觉一个一个小小的像室内。今天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说天气要呜噜呜噜的，真的是很大，然后房子都是小小的一栋，但是是一栋一栋的，还挺可爱的。到底教室保健室在哪里？那边吧，今天天气也是很好。哇，要上楼梯吗？再让我查一下地图。从这么的下面，我现在一上来，哇，是条大马路，太不容易了，实在难得。继续走，一览众山小的感觉。我的天哪，晃了晃了，好多人啊！现在都来做体检了，哇！